Hello， 不，是白龙雪。哦，白龙雪的芒果树已经比我高了呢。来，来看这。来了，从它的头顶的嫩叶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啊，这么的成长的话，速度感觉哦较慢一寡寡，啊，但是也是可以。这边有一个哦树枝出来，这边也是，加圆嫩叶，红金枝玉叶。爱讲进前伫内底看的这個，人讲有讲是野虫对吧？还好。啊，这边咧生得较慢，我这边比较慢一点点，从这边分支出来的。好，安尼也使啦，所以这出的名叫做，哦，我的芒果树比我高了，谢谢收看。